的。哎、欸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你的一只啦，这个我的，我的，我已经给你三扎起了，我已经给你三扎起了。我叫 Q， 现在我们接下来开箱的是，我们在游乐高西卡梅拉买了。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开那个无限系列？对。我们这次要开跟食物有关的桌游，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今天买到了系统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跟真的对照一下？要去买真的？对，我们去买真的来对照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买了一模一样的这个章鱼。哦，打它。然后我们要打开看看有没有一样哦。这是什么？伊卡？那不是伊卡，这个是什么？它是什么？所以它这个盒子上面是没有图案的、喔，这里是这样子开，然后里面放东西。等一下啦，还没有。这里有附贴纸哦，赶快贴起来，这样才会像。这是贴上面的。对，你不可以贴皱了哟。所以它的对照感是这个样子，不太一样的。它有两根钓竿，然后可以这样子钓鱼。有骰子的，它盒子上面有那个装饰用的水草，你可以放在那个盒子里面。你看，追加 item 之后会更有趣。Junk Can 游戏，这个会赢这个，这个会赢这个，所以会可以玩 Junk Can。等一下我们要打开我们的 Ototo， 你看我们也有这个活动。哇，好多！你看一比一的好可爱哦、喔，它真的很可爱耶，一模一样的。哇，你好快哦、喔，一样的耶。都有了，都我都不用找哎、欸。什么？听到偷吃的声音？赶快找，还剩几只没出来？好好吃哦、喔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戴帽子的那一只哎、欸，这个我没看过哎、欸，这个好稀有、喔。最强的生物有这些。为什么你有一根？那个是什么？是鱿鱼。这四只我们没有得到，这是我们找到的，很还原，非常的还原，非常的香。那我们要来玩了哟，动物都丢进去。嘿，你不要把真的也丢进去了，真的没有欢欢呐、啊，这可以盖起来吗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乱跳了，行了，坏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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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，还好，不太粗鲁。它是用这个发条的方式开始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中一个。耶、yeah, ，中一个。我们等一下来看谁分数高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就停了？不是，我中了一只。我又中一个。耶、yeah, ！我得到 Ototo。哎、欸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又一只出来了。啊！哈你的一只啦。这个我的。我的。我已经给你三扎起了。我已经给你三扎起了。好，结束，我们要来算分数了。一分，两分，一分，两分，两分，一分，一分的，十分，十一，哦，你一分。然后你看哦，就是有这个顺序的来比赛。好，一二三，所以你的是虾子，我的是海豚。虾子跟海豚是同一国的。平手。一二三，我的红色的，那你把我吃掉，那我死掉在这里。给你一二三，我的是章鱼，我赢你，拿去。二三，我是黄色，你的是，我的不在里面，那就没有。一二三，是红色的，黄色你赢了。一二三，你红色我赢你耶，虾子是红色。一二三，我是 dolphin， 我是红色的，你的三，蓝色，所以我赢了。三，红色，我这一只是蓝色，所以我赢了。一二三。我的是蓝色，你的是红色，谢谢。我以为你会选红色。来，结果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赢了。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，一个就可以玩很久。那我们现在来开第二个小鸡，非常还原。我们先打开来看看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这里面有很多动物哎，你看。嗨。你看，哦，雪天使。雪精灵。有四种类。这个怎么像大便？
把它打开来看看。比例上它比较小，因为它为了要做比较容易游玩，所以它就做大一点。超级还原的，然后打开是它是有一个一个包装，然后这个打开的话是都放在里面，以上是这样的感觉，后面没有。这个是贴在侧面的细乳，贴在小只后面。哎，那现在来铺卡了，铺压的卡。它后面不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平的地方，这样子。我跟你讲怎么高效率贴，你的手。好了，你可以开始粘了。这是有点像抽签的意思嘛，它不是会跳出来吗？几率游戏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剪下来的，它有教你怎么玩。这个是增加游戏有趣度，抽比大小的，就是你每次抽你都可以比大小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偷看。我没有看。你要随机的摆着，不然你都把点数高的摆你那。我随机放的。不行，我要洗牌。我觉得你有做牌，这菇不漂亮就很不舒服。我刚刚在算一个人几根。哦。好，我来洗牌。来洗牌，自己拿好不好？来吧，1、2、3、8，我才八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个人九个。放了。为什么那里面有一个？那拉了会弹起。那拉了会弹起来，那这样不是就会知道了吗？就是放进去，你会看不出来。我们要盖起来洗一下牌，洗一下。断了。一起抽好，一起抽好了，一二三，五，好，看一下，我三分，你几分？三分，那平手，我得到了再抽一只，哎，小只窝，小只皮肉，你要表演小只？我这样好，不是小只。哦，那我再抽一根哦，再抽一根哦，耶、yeah, ！然后我的是小只皮肉，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只、啊。没有，你要笑我刚刚那样子。不是啦，就是皮肉，就是秀出来给你看，一种恶心。这样子皮肉 ，OK 的，好来，好，一二三。哦，我又摸一盖皮哭了，我又可以再玩一次。我都死。好，我要再放。啊放回去哦、oh, 我又得到再抽一只小只吗？魔多鼠魔多鼠啦，哎、欸、我得到的是下一次 pass， 所以我可以抽两次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你抽我不抽而已，空白空白就不用做什么了。来，那再来啊，又空白，它是什么动物的模仿、欸？哎，模仿声音好，我要指定动物，你模仿恐龙。来，我输了，你吓到了。所以它设计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现在才知道有两根不能拿起来的。哦，下一个是这个。恢复，超级像的，哎、欸，里面豆豆很像，哎、欸，超级还原，超可爱。就是他一人一边，然后看谁先捞得多吗？哦，就是打到对方的那个口袋里的赢，你没有防守好的话，就会被我进，就得分，合计的分数最高的人就赢了。这个豆豆是不能拿出来的。哦，它的豆豆颜色色差是这样子，绿色的没有这么的绿。但是这个豆豆的大小是蛮接近红色的，然后黄色长这样，里面是会有爱心的、嗯、可是我们这盒里没有，它这盒里有，这个里面有吗？爱心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爱心在这里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面的底下有没有还原，其实还蛮还原的，侧面的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玩看。哦，好，来，预备备开始。你不动了。哇，它可以弹，你看，哦，我赢了三个，我赢好多，哈哈哎，我的卡住了，那我赢得翻呢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卡住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掉出了，哦，是你的掉出来，不是我呀，不好意思。这玩不玩？我觉得要限时哎，我们限时一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
怎么一边不动？因为我在把你的分数弹出去。哎、欸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时间到了啦，他刚没有叫停。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哟、嗯，红色三分，黄色两分，绿色跟紫色都一分。十五，我十五啊，我十六。好，你赢了。不是，是你赢了，我这里十六。你那里十五，所以这里是我的分数，这里是你的分。哦、oh, ，那这个好玩吗？好玩。最后一个，塔贝狗酱。塔贝狗的都不吃，你也买了一样的。时间内要把全部的饼干放进去。第二个游戏是反过来反面，动物的卡片放在后面，它里面有卡片，所以我们先打开看，我才会知道它讲什么。还有就是可以学英文，还可以占卜，哎，今天的运势是什么？它会有卡片对照，找到那个动物之后学那动物叫声，所以它有五个游戏。跑了四间店才找到，因为现在很多咖啡狗都是那个袋装，然后我们还要找原味的，现在都有一些期间限定。想到我脸，这个是姜 Campbell， 哎，打开。开的时候你可以先想好你要哪一个。来，我们来对一下，可以找到哪一个？我找到了，靠！哦，它的真正的饼干比较大，桌游部分比较小。Lion Dog， 哎，你都有，你要找一个完整的给我啊。这个血，但是它是破的。我看到 rooster 啦，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呢？因为我在把它们全部翻成正面形。它是 M duck， 我是普通 duck。哦，有 pelican 了，我又找到 horse， 可是腿断了。我们就差一只蝙蝠。那我们现在玩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它的纸型，它有两份，然后抽一下，你是意大利刀子。嗯 ，Mickey。这个好，我们要先上发条。哎，上手。这是没有帮我拿满的，这是。你输了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讶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Keep 不是，还有什么 ？Dog，Dog，Dog，Duck。你刚刚多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要输了，换我好不好？我想要挑战。Miki， 这里。左边。这个嘛，哦，它这个是抹子咖喱，这是看单。你刚刚是弄到最看单了，最看单都解不完了，知道都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啦，蝙蝠啊，还有呢 ，horse 啊，对啦，我赢了。我不信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游戏。等一下，你再玩一次这一个。好，你要帮我开始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哪里？哪里？它的卡片是指这个，然后我们把它都翻过去，翻到背面之后来拆。它第二个游戏是这样子，就是你把这个剪下来之后，抽动物卡片，抽到那个动物卡片，你就要抽到那一，然后就是可以学英文，这就是对单字而已啊。我没有日文。这个 turtle pigeon， 犬，这个狗跟猫长一样，犬 dog， bat， comedy， lion。Rooster 是头犁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分公母啊，就是头犁啊，只有英文才有分公母的。乌吗？你挖头犁的。哎，这个不是乌吗 ？Sheep。日文。七只鸡。七只鸡，换我拿一个 horse。horse 就是乌吗 ？Unique。没呼吸。Pelican 也叫做 Pelican。换你最后一个。奥西托里。M duck。这游戏就是这个。So boring。这就是今天开箱的全部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你们最喜欢哪一款。你最喜欢哪一款？我最喜欢钓鱼的。最喜欢钓鱼吗？我也是，因为很好笑，大家都会去抢那个。觉得这个系列好还原，很还原，而且很可爱。就算没有当游戏，你这样摆着，有没有也超级像的啊。这也蛮你喜欢的零食。
希望他能够再出更多不同的。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这四种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来个 DM，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，在尤多巴西。卡美拉，卡或比库卡美拉都可以找好看，或是有人想要我们代购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买到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剩一点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想要我们代购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说明栏找到我们的联络 email， 可以自己私讯我们。拜拜，我们明天晚上见。拜拜。这是什么？好好吃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什么豆豆？不是他是你的啦！我想说他都跑出来了，他们都说豆豆不能跑出来，然后又掉出来。